我们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师父慈悲，各位法师，各位同学，大家阿弥陀佛。那我们上一次讲到说，这个摄任学派啊，他因为有真谛法师跟唐朝的玄奘大师各自呢，都有翻译这个《摄大圣论》啊，就产生了这个新旧学派的分别哦。那主要是因为真谛哦，真谛他是生于这个陈那安慧时期哦，所以真谛的学说呢，难免是受到陈那安慧的一些影响。那么唐朝玄奘大师呢，他到印度求学的时候呢，是在这个陈那安慧之后，经过了这个护法、戒贤、清光几位大师的一个发展，所以两者呢是有差异的哦。两者这个学成的这个时间的跟这个情况是不同的，所以在这个玄奘大师的弟子哦，这个圆彻在《解深密经书》里面，他就有指出说，真谛所传呢是依安慧立宗啊，而作如是说哦。这个玄奘大师呢的这个唯识宗，则是依这个护法的这个学说，所以就反映出两者在翻译上呢，自然就形成了新旧义的一个不同，这是很自然的。那么站在支持真谛旧义的立场的人呢，他就批评玄奘大师的这个唯识法相中呢，并不究竟哦，唯有这个以这个《楞伽经》跟《密严经》《大圣起信论》还有这个《宝性论》为代表的如来藏缘起思想才是究竟哦。那么被认为是《大圣起信论》最早翻译的这个真谛啊，自然就被认为是如来藏缘起学说的这个代表人物啊。但是站在这个新义的立场的人呢，他认为说玄奘大师是这个正统的印度唯识，而真谛的学说呢就被批评为不纯粹的，与如来藏思想相融合的一个唯识思想哦。所以各自呢新旧的这个学派啊，各自有各自的立场跟主张啊，跟认为啊哦。那么一直要到近代哦，这个法国学者列维呢，在这个尼泊尔发现印度论是安慧的这个唯识三十颂示范文本，并且在1925年在巴黎出版，才让这个真谛传译的唯识古学呢了解到是有所依据的，是真谛的这个唯识古学是依据着这个安慧的学说思想传承而来的，因此学界也参照这个法国学者列维在尼泊尔发现的这个印度论师安慧的唯识三十颂示范文本，以及西藏藏传佛教文献的这个安慧著书呢，才呢给予真谛所传的唯识学跟他的一个学派属性呢，给予这个世界的一个研判跟归属哦。那么同时也在这个彼此的一个梵文本、藏文本还有这个汉译本的一个对刊当中呢，也印现了因真谛融通唯识义理以如来藏学说的一个思想特色了哦。那么真谛呢，他的翻译介绍这个唯识佛学的一个努力啊，在这个唐朝玄奘大师的这个门徒啊
遭受到这个误解，认为这个真谛所翻译的摄大圣论呢，这个有偏离原意了哦。但是这样的一个误解，终于来到近代哈，在这个佛学的研究成果的展现呢，获得了一个平反了哈。那也或许这样的一种误解呢，或许啦哈，因为实际真相我们也不了解，也因或许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误解，就导致了真谛的一个文献资料啊，就比较不为人所重视了、啊，所以真谛所遗留下来的资料就有限了。那我们现在在研究真谛的这个生平啊，还有他的一个学说呢，就比较困难哦，就比较困难，导致这么一个中国佛学翻译四大家之一啊，就显得呢，对于他的了解呢，就显得相对的薄弱哦，薄弱。那这主要是因为这个新旧译的一个翻译的一个学派的一个不同啊，吼，传承的一个不同啊，所导致的吼，那这个学呢，这也是每一个人然后或翻译大师他们各自的一个福德因缘。我们上一节课呢就有提到吼，这个真谛也好，还有他的一个弟子法泰也好，毕竟没有这个有力的这个护法哦，道安所说的不依国主啊，法事难立。那真谛也好，跟他的弟子啊法泰也好，都没有这个得力的这个大护法哦，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皇帝的一个朝廷的一个扶持啊，使得他在这个翻译过程当中呢，或者是弘传这个摄大圣论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显得呢相对的薄弱，相对的薄弱跟困厄，然后跟困厄，这也就是每一个人的一个福德因缘不同呢所导致的。然后，所以真谛的这个翻译过程当中，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颠沛流离跟困厄，然后，那么在这个印度，这个瑜伽行派学说，其实它前后的一个变化也是蛮大的哈。从初期的这个弥勒、无着，乃至到这个世亲，都有些变化哈。甚至说一部这个瑜伽师地论呢，前后的说法也不一致哦。那么其他论书各个部分的说法，也都有这种现象哦，即使是同一个人，那不同时期或这个早期跟晚年思想的一个转变、转折、起伏，种种的一个变化，都导致呢，这个他们所这个写的著作也都有所前后的一个差别。然后，无着写的这个庄严论哦，跟显扬论，就有不少的地方呢是有矛盾的哦，是有矛盾的。那这就是一个借由这些论著，或许也可以了解哦一个人他的一个思想的一个转折，然后是一个思想的一个这个转变都有可能。然后毕竟在这个过程当中，种种接收新的学说也好，新的思想也好，乃至个人的体证体悟各个不同的时候，都有所调整，然后都有所调整，这是在所难免，也是这个一个现象。那么世亲他的一个学问转折就更大了，尤其他的学问面很广。世亲早期他是学这个小圣的，说一切有部，后来接触到这个精量部的时候，就开始转折，到后来受他的一个兄长无着菩萨的一个影响，由小圣转入大乘，那么他的一个转折就更大了哦。他一个一生的一个学养历程变化
可以说是非常的一个转变，非常的一个大哦，所以自然而然在世亲的一个思想跟他的一个著作，那么就更加的一个宽广跟变化的一个剧烈哦。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啊哦，自然世亲在这个学小乘的时候了，他也有做这个五百论书啊，学了大乘之后也做了五百部论书啊，所以有千部论祖之称啊。那么传到中国啊，自然而然就有不同时期的一个学说说法啊。那我们了解这个情形的时候，自然能够了解在这个真谛以及玄奘他们在翻译《摄大乘论》的时候之间的一个差异点，然后，那么在这个古代啊，有时候呢，这个的一个学派啊，有时候为了彰显自己的一个学说呢，有时候就会以这个批评对方呢来彰显自己啊，哦。有时候呢，这个批评超过了，就反而呢产生了一个负面效果哦，所谓的矫枉过正嘛哦，总是都会这个产生了负面效果。也许古德他们没有这样的用意啦哦，但是也许在这个批评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太过于强调，就会导致这个反效果，使得这个真谛的这个旧学呢就被压抑了哦。玄奘大师的这个心学呢、心意呢，就凸显出来流传哦。这是在这个唐朝宗派的时候啊，都有的一种现象啊。我们像这个，当然一个禅宗哦，这个南宗禅，慧能的弟子神慧啊，他为了标榜这个慧能禅法，就批评呢这个北宗禅神秀，就导致了这个南北这个禅宗方面呢，光是一个禅宗内部也有产生很大的一个争执，然后大的一个争执。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南宗禅的资料，有时候呢，也会因为各自站在自己的一个立场啊，来批评对方，就会使得这个历史呢失真啊，哦，历史的失真。那么在研究这一个历史方面呢，就必须要多方的这个参考各方不同的一个文献资料啊，来尽量，只能说尽量哦，还原这个历史当时的一个情况，然后因为有可能在这个批评过程当中，或者是胜利的新胜的一方啊，他的资料就比较为大家所流传，而被批评的那一方，比较劣势的那一方呢，相对他的资料有时候在流传过程当中就被网易，或者是这个在记录上呢就有所这个误解，都有可能。那么我们呢都没办法哦，这个很真实的还原历史当时的情境，只能说尽量哦，尽量多方面的一个采取各方的一个文献资料，来尽量还原历史的一个真相哦。那我们在这个研究历史过程当中，这也是一个研究历史文献的一个局限的一个局限。这是在我们做学问研究的时候时常会碰到的一个情况啊，哦，这也是一个历史发展的一个无常吧，嗯，佛教所说的一个无常。那么我们只能尽量去客观，尽量去还原当时的一个情境，而不站在一个拥护维护自己的一个立场的这样的一种框框去
看待这个历史资料哦，那只有能比较尽量客观的去还原当时候的一个情境哦。那么真谛圣人学派它最主要哦有两个特点，然后有两个特点，就是在这个唯识呢，一般是讲八识哦，讲八识，到这个第八意识阿赖耶识就为止了哦。但是真谛的这个圣人学派呢，它在这个第八意识的这个阿赖耶识呢，上面再安了一个第九识，叫阿摩罗识，阿摩罗识就无过识过尽识哦。这在真谛的九世义记，还有后来他的门徒谭谦啊，也写了九世章，净松的九世玄义里面，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说法哦。那么我们来还原哦，还原这个印度佛教时期对这个轮回的主体这样的一种说法哦。来做一个还原的一个回顾，然后最主要是佛陀时代啊，他虽然呢也接收了印度这个最早的这个轮回或因果业报这样的一种观念，但是呢佛陀呢却以这个自证的体悟呢再重新诠释哦，重新诠释呢这个轮回跟因果业报的一种说法，或者说我们如果站在佛教的这个立场来说，会就说佛陀讲得更加的一个透彻了，更加的一个宽广透彻哦。那这是佛陀的一个体证之后，对这个印度原有就有的这样的一种业报轮回因果思想的一个重新诠释，或者是更加透彻的一个解释哦。那么在印度原有的这个因果业报轮回的观念呢，他认为说这个人呢是从梵神来的哦。那当然这个婆罗门啊、刹帝利啊，他们是从这个梵神的这个嘴巴所生啊哦。那么这个一般人呢这个就由这个梵天的这个身体来出生，那么这个手陀罗呢奴隶呢，他就由这个梵神这个脚来出生哦，就随着这个部位的不同就显示他的一个阶级的一个不同哦。那么所以人呢应该要来祭祀梵神哦，然后回到梵神的地方，这是印度原有这样的一种轮回因果观念哦。他认为要以祭祀这个梵神来作为他的一个业报轮回的一种观念哦。但是佛陀呢他证悟之后，他认为这个因果观念呢是三世因果观念，是由人的心的一个作为，人的一个心的作为而决定他的因果观念，不是以他的一个出生，以他的出生来决定他的一个因果观念哦。那么，因为你做善，你就能够往善的去道去；那你如果是作恶，那你就堕落到这恶的一个业报去哦。是依你的作为来取决于你的因果观念、因果业报的一个轮回。这是佛陀的一个说法哦。那么佛陀呢他并没有讲解，既然有因果轮回业报的一个轮回观念，那么谁在受这个业报，又是谁在轮回，这个部分呢佛陀就没有讲说。那么因为佛陀没有讲说呢，就有这个每一个人呢，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部派佛教呢，就各自表述了，各自表述，因为佛陀没有说嘛，佛陀没有说呢，就各自表述了。为什么？因为人总是要问啊，问说呢，那既然有这个因果业报轮回，那么又是谁呢？因为佛教讲的是无我啊，
那既然无我，那么谁在受这个业报轮回？谁在受这个因果业报呢？这是大家总是要问的。所以说这个打破砂锅问到底啊，还问砂锅在哪里，总是呢一直呢就是要问到这个满意为止啊。但是佛没有说啊，那么佛没有说就各自表述，大家总是要为了满足的大家的一个疑问啊。所以呢这个独子部呢他就提出了这个生意我这个补特伽罗这样的一种观念，然后这在部派佛教里面是一个很特殊的一派。然后那因为佛教是讲无我的，那独子部为了这个避免人家说他是外道，所以他就提出了一个生意我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补特伽罗这样的一种观念，来避免被攻击他是说有我的这样的一种外道思想。那么这样的一种独子部的生意我不特切罗这样的说法，虽然被其他部派所攻击所反对，但是呢各个部派呢也因此呢就有提出安立各自对这个轮回主体的一种见解说法。因为这个信徒啦或众生总是会问啊，我说佛教讲无我，那既然讲无我又讲这个业报轮回因果观念，那么谁在轮回，又是谁在说这个业报因果业报呢？那么不得不来做一方面的一个解说。然后那么这一部分呢总是很难去讲解，或很难呢这去解说了哦。所以呢这个部派佛教不得不呢安立这个所谓的生意我这样的一种观念。那么到了这个精量部呢，精量部他们也提出了这个种子熏习说，这个认为这个业力的一个传递啊，就像这个植物一般呢，有种子相续跟这个结果三个阶段。那么众生呢因为业报在这个心识中熏成了种子，种子叫流传到后世再度发芽形成下一世，这样的一种种子熏习说啊。这样的一种各自表述说法，众说纷纭，最后到这个唯识学派呢来集大成。这个唯识学派呢他在这个精量部的这个种子熏习说的基础上呢，提出了这个八识第八意识阿赖耶识这样的一种说法。但是呢如来藏呢的一个学派他就提出了这个如来藏佛性这样的一种说法。那么社论学派到中国的这个社论学派就在这个第八意识阿赖耶识上面在安立那个第九世吼，叫阿摩罗世。阿摩罗世呢，就是无垢世、清净世。到了这个阿赖耶识里面，还有这个清净跟染污。那么在这个第九意识阿摩罗世呢，就没有所谓的染污了，它就完全是属于这个清净无垢世。这是社论学派的一种说法。那这样的说法呢？无非是因为这个佛陀对于这个轮回的主体啊没有讲解因为佛陀用这个一个人呢他被这个毒箭所射用这个箭的譬喻来做解释，说一个人被毒箭所射，就像说人已经来到这个世间，你不是去讨论去这个思考这个箭是谁射的，这个箭的羽毛是用什么样的鸟的羽毛来做的，这个弓箭呢是用什么样的材料来做的，你去思考这些呢是无意义的。你已经来到这个世间了，你已经被这个毒箭所中了，你当务之急呢就是赶快
去毒疗伤了。哦，你已经来到人间了，哦，你的当务之急就是赶快呢寻找如何离苦得乐的这个方法去修行，这个才是重点哦，而不是去研讨、探讨、思索这个箭是谁射的，从什么方向射的，它呢这个羽毛呢是用什么鸟的羽毛来做的。你去思考说人为什么会来这个世间投胎，这是无意义的，因为你已经来这个地方投胎了，所以你当务之急是赶快寻找这个离苦得乐的方法，赶快呢去修行离苦得乐，这个才是重点哦。所以佛陀他讲述的就是如何离苦得乐、趋于涅槃的一个方法哦。那么弟子呢，信众呢，依着佛陀所讲述的离苦得乐、趋于涅槃的方法去实修，能够证得离苦得乐、涅槃境界呢，这个才是重点哦，这个才是实际的。所以对于这个谁在受轮回，谁在受这个因果这个部分呢，佛陀是没有解说的哦，佛陀是没有说说，就因为佛陀没有解说，才有各个部派佛教的种种各自表述的一种解说哦。这是在佛教里面呢，可以说是一个很重很大的一个讨论议题啦哦，讨论议题。但是这个讨论议题呢，所以说至今呢也是无解哦，也是无解，因为这个唯有这个为证相应哦，这个不是这个学说哦，思想学说的一个解释能够解释得通了，而是为证相应哦，你也唯有真实的是实修去相应去印证，你才能够理解哦。那么摄论师呢，认为这个第八意识阿赖耶识呢，它是清净染污都有哦，是一切事物所依的哦。那么这样的一种清净染污都有，就很接近于这个第一论学派的这个北道派的增旺和合这样的说法。那么摄论师呢，把这个阿赖耶识中的这个部分清净因素呢，再把它称为第九意识的安摩罗识哦，再把它安立成为第九意识的安摩罗识。那么摄大圣论里面呢，并没有明确的提出这个第九意识的主张哦。这个第九意识的主张呢，主要是在这个真谛翻译的这个决定藏论、决定藏论里面提出来的。那么所以从这个地方来推论哦，这个决定藏论应该是晚于摄大圣论哦，摄大圣论。那么三卷本的这个决定藏论呢，是这个瑜伽师地论的抉择分里面这个五世身相应地跟异地的这个意义本。那印顺法师在摄大圣论讲记里面，他就指出了这个瑜伽师地论的本地分呐、啊，是弥勒菩萨所说的。那么抉择分呢，是无着菩萨所造的。那么由此呢来看呢，这个无着的唯识思想，它这个发展的过程呢，它的这个无着的这个大乘庄严经论，是明显的继承了弥勒瑜伽师地论的本地分菩萨地的某些观点哦。那么摄大圣论呢，就发扬了大乘庄严经论的一个思想。那么决定藏论呢，它又发展的这个摄论思想，这是这个学说思想的一个发展过程的一个了解然后。那么摄论师的第九安摩罗识呢，是清净无垢识，也就是真如佛性哦。就是人们在学佛修行的目的，就是要对治这个染污的阿赖耶识，来证悟清净的安摩罗识而成佛。所以每个众生都有第九意识的这个安摩罗识，所以就每一个众生也都有佛性，都可成佛。
那么这一种观点呢，是不同于护法为主的这个成唯识论。玄奘大师在翻译这个护法的成唯识论，而开立这个唯识宗，他里面呢，他的观点就不认为呢，这个人人呢皆有这个清净的阿摩罗世界的成佛，他提出了五种的这个种性论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哦。那么第一个就是菩萨种性，通过修行可以成为菩萨，可以成为佛。那么第二个呢，缘觉种性，就是通过修行可以成为辟支佛。第三个是声闻种性，通过修行可以成为阿罗汉。那第四个不定种性呢，是究竟成为菩萨或是辟支佛还是阿罗汉，这没有一定哦，还没有一定。那么第五呢，是无性有情呢，这类的众生呢，是永远沉沦于生死苦海，永不成佛。所以在护法的这个成唯识论里面呢，他并不认为人人皆可成佛，他们并不认为人人皆可成佛。所以在这个法显呢，这个涅槃经里面，这个六卷本的涅槃经刚传来中国的时候啊，这个法显带回中国的时候，它里面也是提到哦，说这个人人皆有这个佛性，除一忏体之外，除一忏体之外。那么这样的说法呢，就跟这个护法啊成唯识论就比较接近，比较接近。哦，这个护法的这个成唯识论里面就五种种性，它里面的第五种哦，无性种有情呢，是没办法这个成佛的。就像这个涅槃六卷的涅槃经里面说，一忏体呢，众生没办法成佛，这样。但是呢，显然这样的说法哦，来到我们中国就有点不相应了哦，就有点不相应，因为中国本身的个儒家的学说就是人人皆可成尧舜哦，人人皆可成尧舜哦，所以这个竺道生啊，他在看到这个六卷的这个涅槃经啊，他依着这个佛性平等这样的一个核心价值啊，他认为法显所带回来的六卷涅槃经啊，讲的呢不够完全，讲的不够完全。他提出了这个人人皆有佛性皆可成佛，在当时候唐无谶所翻译的北本涅槃经还没有传到南京的时候，在没有经证的情况下，大家觉得竺道生所说呢，这个是不符合这个佛法的，所以就把它逐出南京僧团，然后南京僧团。那这是佛法哦，这个不同时期传入的这个经典所说的不同呢，所引起的一个议题的一个讨论哦，所引起的讨论。那么在这个唯识里面哦，护法的这个成唯识论里面，他显然认为说，这个人的这个种性的一个不同啊，就会产生不同的一个情况哦。他就分了这五种，分了这五种，啊，这是呢，我们在研究佛学的时候所要了解的哈，所要了解的。那么圆彻呢，在《解深密经书》里面，他就提到说，真谛三藏依决定藏论立九世义，立九世义哦，显然这个第九义是阿摩罗世呢，主要出自于决定藏论哦，而不是这个摄大圣论哦。那么前六世就眼耳鼻舌身意六世呢，依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而分别缘起外在的这个色身香味触法六尘呢，六世六根六尘合为十八界哦。那么第七义是阿陀那世呢，是以第八义是的阿赖耶识为我哦，为我。那么第八义是的这个阿赖耶识呢，它就是这个如同
仓库一样，哦，如同仓库一样。那这个第八意识呢，阿赖耶识就有三种哦。这个第一种是解脱性的阿赖耶识，就有成佛的因素。那第二种是果报的阿赖耶识呢，这缘取十八界。那第三种呢，这染污性的阿赖耶识呢，把世间万物区分为四类哦，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哦。那么这个圣人学派呢，在这个第九意识阿摩罗识呢，另译为这个阿摩罗识哦，或阿摩罗识，翻译意识叫做清净识、无垢识哦，是以真如为其本体，然后以真如为其本体哦，它是这个人人皆具有这个阿摩罗识这个清净识，所以皆可成佛。但是护法的成为世论里面呢，他就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有五种种性，然后这第五种他是没办法成佛的哦。所以这个原彻指出了这个社论师学派是依安慧来立宗而提出这样的说法，他跟玄奘所创立的这个护法成为世论所创的这个唯识宗是不一样的哦，是不一样的。那么社论学派的第二个重要特点呢，是关于三性的这种说法，就是依他起性、遍计所执性，还有缘成实性这三性说，这是瑜伽行派的一个总纲啊，相当于中观派的二谛哦。那么真谛讲三性呢，把这个依他起性的重点放在这个染污的性质上，强调依他起性同这个遍计所执心一样，最后呢都应该要断灭去除哈，达到圆成实性哈。那这样的一种社论学派的这个第九意识的根据，是根据于《金光明经》所讲的这个如如。那么什么叫如如呢？真谛的三无性论里面，他就解释说，明此乱世呢，即是分别依他，是尘世所显，哦，由分别性永无故，依他性亦不有，哦，此二无所有，即是阿摩罗识，唯有此事独无变异啊，就阿摩罗识没有再变异了，称为如如，因为它是清净的，哦，无染污的，没有再变异的，要称为如如哦。那意思是说，没有错误认识的这个遍计所执性，哦，也没有依他起性，只有这个缘成实性呢，才是这个阿摩罗识的哈。阿摩罗识呢，无变异哦，没有再变异了，哦，就称为如如哦。所以这个第八识的这个阿赖耶识呢，它是一切虚妄境界的一个所依啊。那么断除阿赖耶识就是阿摩罗识的，就是去除这个染污的这个部分呢，它就成为这个清净的这个阿摩罗识了，就没有再变异了，是永恒的，所以它称为如如哦。那么如如就是真如、法性、佛性，是事物的离体啊。吼，这个《大圣起经论》里面就说了，哦，这个金矿里面呢，含有金子跟这个砂石这样的一种混合体，叫金矿。那么呢，这个佛性呢，或者是阿摩罗识呢，就是从这个金矿里面再把它提炼成为纯金的一个纯金的这个金块。那么纯金的金块呢，它不可能再回复这个有含有砂石的这个金矿了，就不可能回复过去了，因为它已经去除了这些砂质，也就去除了这些染污，而抽除这个纯的这个金子，这个金净的纯金了，所以它不可能再恢复成为金矿了，就是这个意思了。在这个《圆觉经》里面就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就表示说这个阿摩罗识呢，它就已经把这个染污的这个部分去除掉了，是处于清净的，是它是不变异的，是永恒的，哦，
是这个所谓的真如、如如，或者是说的佛性哦，这是色大论、色大色论学派哦，色论学派的第二个重点哦，第二个重点。那么我们在最后呢，来跟大家呢，这个讨论一个哦，就是我们之前有讲到这个净理慧远哦，净理慧远呢，他虽然是这个实地学派，实地学派，但是呢，净理慧远在晚年呢，他也这个学习色大圣论。那么净理慧远呢，是在北方。而这个色大圣论翻译是在南方广州这边，这个南北相距很远哦。那么净理慧远是如何呢？这个得到色大圣论，甚至进一步呢学习色大圣论呢？这个学界大部分是依据这个《续高僧传》的这个《谭谦传》里面所说的哦，这个。慧远领袖法门，公处坐端，恒精秉义，这样的说法，认为说，这个慧远，他接触色大圣论呢，是在这个隋朝开皇七年，作为六大德之一啊，住在这个长安之后的事情，才接触到这个色大圣论。那么考据道宣的《续高僧传》里面、啊、把色大圣论传到北方的主要有四位、哦、第一位是谭谦，第二位是净松，第三是道尼，第四是辩相。那么这四位呢，跟净理慧远比较有相关的是这个谭谦，因为这个慧远大师曾经有说：“谦禅师啊，破执入理，持掌胜我。”曾经称赞这个谭谦、啊，然那么谭谦呢，他是第一个把色大圣论传到北方的这个徐州，就是彭城哦，彭城。所以学界呢，大部分依此资料呢，来认为说这个净理慧远。是从这个谭谦这个地方呢，来接触到学习这个色大圣论哦。但是呢，也有学者表示啊，哦，也有学者表示说，也们呢也不能忽视这个慧远大师的一个弟子辩相这个讯息的。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一个研究呢提出来跟大家做一个讨论，然后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么辩相呢，他是瀛州人，就是河北河间县人哦。他在这个大象二年的时候呢，往少林寺来依止这个慧远大师学习十地经，十地经论哦。那么会这个辩相呢，他是这个大小圣三藏，他都骗学哦。尤其是对这个《涅槃经》呢，他可以说是很专入了吼，详复有闻然后就是很专一、很深入的去研究，甚至呢宣扬啊。但是呢，后来呢，这个变相呢，他南下到这个徐部，徐部就是徐州哦，就是彭城，徐州呢更采色论，即以笔谈了。皆披尽经义，传名东壤。哦，后来他到这个徐州呢，接触到这个色大圣论跟比谈呢，他也很专心、深入的去研究，而且呢，也有在这个讲述哦，传名于东壤，就在东边，因为这个徐州呢是在江苏这个靠海的地方哈，东边的东壤。那么辩相什么时候到这个徐州听闻色大圣论呢？依据这个《续高僧传》的辩相传记里面虽然没有提到，但是呢，其他的资料显示呢，应该是在这个大象二年之后，开皇七年，就是这个
慧远到这个长安的时候，这个辩相也跟着他的师父慧远到长安。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是辩相能够到这个徐州研学这个摄大圣论的一个时期，然后就是大相二年之后，开皇七年之前这段时间。那么因为呢，这个谭谦呢是在这个徐州呢来宣扬讲解摄大圣论，所以《虚高僧传》里面就有说，这个摄论北土创开呀、啊，自此为始，就指这个北方推展这个摄大圣论，是由这个谭谦呢，算是比较有这个成就的，比较有成就的。那么辩相也有可能在这个徐州的地方呢，跟着这个谭谦的门人呢，受学摄大圣论。那等到开皇七年的时候，辩相就跟着他的师父慧远到这个长安了。那么辩相呢，这个学兼大小，声闻于天，然后摄论初心，盛其麟角，在静隐寺创演中门，造书五卷，即登夫树，金华听众五百余声，数亿之者数等二百，就表示说这个辩相他不读专经这个摄论，同时他也著书，著书五卷，同时也讲述弘扬这个摄大圣论。在这个长安，长安呢就有这个听众五百人啊，也蛮多的哦。那可见这个辩相跟着慧远在长安，甚至在长安也有弘扬这个摄大圣论。这个慧远大师呢，不可能不知道哦，不可能不知道。而且依据日本人的这个大谷大学所藏的这个东域传灯目录，就有说到说这个辩相陈续修慧远呢，没有写著书的这个华严经书，可见这个辩相跟他的师父啊，慧远师徒二人的关系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深厚，或是得这个慧远之真传啊，才能够继续完成慧远所未完成的这个华严经书，把它完成了。那由这一层这么一个深厚的一个关联呢、啊，这个辩相在这个长安弘扬摄论呢、啊，不可能慧远没有接触到，没有接触到。所以这个道宣的《虚高僧传》里面，最后他有说说这个。开皇七年呢、啊，谭辩相随这个慧远到长安呢、啊，创著静隐，对讲宏通，对讲宏通，这四个字啊，就含蓄点出这个慧远接触摄大圣论，很有可能是从他的弟子辩相来接触到的哦。但是可能是这个师尊弟卑啊，师徒关系啊，总是师父比较尊长，那么弟子呢位于这个卑下，不便言学啊，所以用对讲来这样的一种含蓄点名啊。虽然这个慧远晚年说这个谭谦的影响很大，曾经呢曾与这个谦禅师啊破子入理，执掌圣我，这样的一种称誉谭谦呢，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个辩相跟他的师父慧远呢、啊，对讲摄论之功啊，哦，所以这个学术研究、啊，我们也不能说得太过直白，说这个慧远学习摄大圣论呢，是从这个辩相这边学来的。因为毕竟文献资料有限啊，而且也没有这个文献资料有这么直白的这样的这个讲述，我们也没办法这么直白的说
这个慧远学这个色大圣论是从他的弟子变相这边学习来的，没办法这样的一个肯定直接的这样的说法，我们只能说我们不能忽略变相这一条讯息啊，他跟这个净理慧远之间的一个师徒关系呢，可能呢会影响到这个慧远学习接触到这个色大圣论的可能性，那么把这个讯息呢提出来跟大家做一个这个探讨，那么呢帮助大家呢这个多方面的一个接收，多方面的一个讯息，或许以后又有更明确的文献资料出现了，我们呢才能印证证明说这个慧远学习色大圣论是从他的弟子变相这边来的，那也要等到有这个更明确的文献资料出来才能这么样的一个肯定的一种说法了，不然的话我们也只能这样的一种探讨而已，不能忽略掉这个讯息而已，不能就明确的表达说这个慧远接触色大圣论是由他的弟子变相这边来的，这是我们在做这个学术研究也是必须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凡事呢这个有时候呢不能太过于这个肯定，一旦太过于肯定，万一有新的文件资料出来的时候就被打脸了，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也大概把这个真谛的这个色大圣论的色论学派做一个圆结束，然后做一个结束。那下一节课呢，我们就来讲这个聚色论的这个聚色学派。我们休息15分钟，下一节课来继续。
那我们接着来讲这个巨舍学派哈。那巨舍学派呢，它是沿袭弘传巨舍论而得名的一个中国佛教学派哈。那么相对于诚实学派呢，是被称为小圣空宗；那么巨舍学派呢，则称为这个小圣有宗哈。诚实论，它是因为这个鸠摩罗什啊，为了解释这个三论、中论、百目论、蛇门论，还有大乘起信论、大智度论哦，四论，般若空中来再翻译这个诚实论的，为了解释啊这个四论中观学派的思想，所以称为这个小圣空中啊。那么巨舍论呢，是这个小圣有宗，那么他的学者呢，就称为巨舍师了。那同样的，他都是这个真谛跟玄奘啊，都分别都有翻译这个巨舍论，同所以呢，他也跟摄大圣论、摄论学派一样，分这个新旧两个阶段哦。那么旧的阶段呢，是以真谛所翻译的个巨舍世论称为旧论，那么新论呢，就是玄奘从译阿毗达摩巨舍论称为新论哦。那么玄奘所翻译的这个阿毗达摩巨舍论呢，是这个后来巨舍学派所依的这个论点，然后，那么他的论主呢，就是这个印度这个有名的大论师哈，这个世亲菩萨哈。那么世亲菩萨有这个千部论师之称，然后，那么佛法本一位啦，无二无别，都是源自于佛陀的教法，无分这个大小圣，然后。但是因为这个众生的根基啊，跟我们前面三节课讲的这个护法成唯识论里面呢，它有分这个五种种性啊。因为众生的根基不一样，有的人呢，他就是这个想要自己好就好，他也不想修行，那么对于世间的这个善事啊，他愿意做，但是呢，叫他来修行呢，他就不要，那就得这个人天这个福报。那有的人呢，进一步要修行，但是呢，他只求自己了脱就好，那么就这个声闻缘觉啊。那么有的人呢，他呢，这个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自己得利得佛法的利益呢，他也愿意分享给别人，愿意呢来呢这个宣扬佛法，让更多的人呢得到佛法的利益，叫菩萨圣，进一步呢就近得佛果。每一个人的根基不同呢，他自然而然对这个教法的理解跟教法的这个修行呢，有所差异啊，就会演变出呢所谓的这个大小乘，但是其根源呢都是佛陀的教法。然后，那么在这个印度佛教呢，最能够贯通大小乘佛教，将这个佛陀的教法圆融阐述，加以弘传的呢，就首推有这个千部论师知遇的这个世亲菩萨，世亲菩萨。那么在这个布派佛教的时候啊，我们先把这个情况背景啊，跟大家做一个说明。然后，就在这个布派佛教的时候，这个法运足论出来的时候，基本上这个阿毗达摩就演为三大流。是在印顺法师的这个印度佛教里面，他有做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三大流呢，第一个就是迦旃延尼子这一流。迦旃延尼子呢，他做这个发智论，
来宣扬三世十有之意啊。那么发智论呢，它是这个善作部说一切有序的这些古德所有的校正累积的一个成果，在这个佛灭度后三百年，那普底这个地方啊，就是北印度的东方的这个迦旃延尼子呢，他综合了这些古圣先贤所校正的累积成果，把它编成的整理而成的，是这个说一切有部的基础论点哦。那么发智论的研究发展，造成了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摩的一个兴盛哦。这个迦旃延尼子呢，这具有很大的一个贡献啊吼，所以这一流迦旃延尼子这一流呢，他就以这个说一切有部正宗自居了吼，他们以自己为这个说一切有部的这个正宗学派来自居吼。那么我们记得在这个讲解鸠摩罗什的传记里面啊，这个鸠摩罗什就曾经这个感叹啊，说吾若着彼作大乘啊，阿毗昙啊，非迦旃延尼子所彼也哦。就是这个鸠摩罗什呢，他曾经想要做这个大乘的阿毗昙，那么他如果能够做出这个大乘的阿毗昙呢，他的这个贡献呢，就远胜于这个迦旃延尼子的一个成就。那很可惜，就是我们中国啊，在这秦地，就中国深世者寡，就是了解在这方面的人不多了吼，不多。所以呢，这个英雄无用武之地哦。其实鸠摩罗什想要做这个大乘的阿毗昙呢，纵然做出来了，这个中国呢也没办法呢了解哦，也没办法了解，所以呢，这个鸠摩罗什最后就打消了这样的念头哦，就没有做这个大乘阿毗昙。那可见这个迦旃延尼子呢，他主要是这个小乘阿毗达摩这个的一个论主哦，这个最主要的一个成就者哦。就是在这个地方。那第二个呢，就是妙音尊者流。就妙音尊者流呢，它是源于这个舍利弗阿毗昙而做这个甘露味毗昙。在这个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里面，它就有说明说，这个妙音啊，跟印度的阿育王大概是一个同一时期的人。那么后来的这个吐火罗国的这个法圣，他就依据这个妙音的甘露味毗昙呢，做阿毗昙心论。这个阿毗昙心论呢，有十品，以这个组织建长。那么大毗婆沙论后来呢，这个贵霜王朝的迦利奢迦王做第四次的一个经典结集，而结集成了这个大毗婆沙论里面所指的西方尊者跟外国诸师呢，即是指这个妙音哦，妙音这个学派的人哦。那么以前人呢，他认为这个阿毗昙心论是这个大毗婆沙论的这个纲要，但是现在的一个研究认为说，大毗婆沙论是属于这个迦旃延尼子的这个发智论这一系的，是属于说一切有部的，在这个东方属于发智论系的。那么阿毗昙心论呢，是有部的西方的这个妙音甘露味毗昙这个系的，所以两者是不一样的。两者是不同系的，所以这个法圣的这个阿毗昙心论呢，不是这个大毗婆沙论的这个纲要哦。大毗婆沙论它主要是独尊这
迦旃延尼子的这个发智论，两者是有所差别的。那第三个呢，就是鸠摩罗罗陀，这翻译中文叫同寿，就跟这个马明菩萨一样，是属于这个金亮部的譬喻师。金亮部的譬喻师，那么金亮部的譬喻师，他就是属于这个部派佛教来到这个犍陀罗，因为犍陀罗呢是一个东西方啊交汇的一个大都会啊，那么佛法在这个大都会里面弘通啊，它自然而然啊接触到各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啊，以及这个大都会的一个环境啊，就显得呢比较在这个思想方面呢、啊、就比较显得这个开放。所以这个金亮部的譬喻师啊，他们就比较能够因应这个众生所需啊，众生所需啊，而给予呢适当的宣扬佛法。哦，他不是比较不像这个说一切有部派佛教啊，就比较站在自己的立场在宣扬佛法哦，比较狭隘。那么金亮部的譬喻师呢，他比较这个因应这个时代地区众生所需的，可以适度的一个调整说法。所以这个鸠摩罗罗陀跟那个马明菩萨，他们都是同属于这个金亮部的譬喻师。那么鸠摩罗罗陀呢，他这个跟迦旃延尼子跟妙音是属于这个前后的一个时期的人，是犍陀罗地方的金亮部譬喻师。犍陀罗呢，我们刚才所讲，它是一个东西文化交汇的一个大都会，在当时候呢是一个贵霜王朝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区啊，甚至是一个首都之地啊，它当然呢这个文化荟萃啊，汇集啊的思想就会比较宽阔新颖了、哦、那么鸠摩罗罗陀呢，他就做了这个欲慢论，来批判对抗这个发智论，迦旃延尼子的这个发智论。后来又有这个大德跟觉天尊者呢接续的这个鸠摩罗罗陀来加以发挥啊、哦、那么这三系呢都是属于说一切有部的一个分化出来的。那么迦旃延尼子呢，他们是以这个说一切有部自居啦、啊、正统自居。那么这个妙音啊，还有这个鸠摩罗罗陀这两系呢，就是属于金亮部的这个譬喻师。尤其是这个鸠摩罗罗陀呢这一系呢，受到大众系跟分别说系的影响，他们就显得比较能够因应时代地区的一个众生的需求，而给予呢这个适度的一个宣扬，他们是比较开放，能够因应这个大都会的需要哦，去利益众生哦，所以叫譬喻师，把佛教的这个教法哦，用这样的一种譬喻，就像《法华经》里面有这个譬喻说法，那用这样的一种讲故事譬喻的说法，这个大家比较爱听呐、啊，大家比较爱听，也比较有趣。那因为大家的爱听跟有趣呢，就更能够达到宣扬教法的一个作用啊功能。就像这个马明菩萨，他讲这个佛陀的本身传啊，佛陀一生的这个传记啊，他就用这样的一种譬喻说故事的方式啊，就能够把这个佛法宣扬呢给大家呢更加容易了解。而传说这个迦利舍迦王啊，他就为了的这个马明菩萨特别呢去攻打，把这个马明菩萨把他呢要过来啊。那么这个迦利舍迦王的臣子啊，觉得说迦利舍迦王啊
这个心思动众啊，哦，来得到这个马明菩萨觉得有点呢不值了，那么迦利舍迦王呢就特别请马明菩萨说法的时候啊，就把这个马匹呀，先给他这个七天呢不喂马料，不让他吃这个草啊饲料，等到这个马明菩萨讲经的时候啊，这个马再给他喂这个饲料啊，没想到这个饿了七天的这个马匹呀，居然不吃饲料，他听了这个马明菩萨讲经说法，感动了，都落泪啊，哀鸣啊，所以叫马明菩萨。这可见马明菩萨的这个讲经说法，这个深得契机人心呐、啊，连马都感动流泪哀鸣啊。哦，这是尽量不披于师。那时候他们可以说是因应这个时代的一个变化，环境的一个不同啊，而对于佛法与适度的一个宣扬啊，用譬喻的方式啊来宣扬佛法，达到广传佛法的功能呐、啊。哦，所以这个鸠摩罗罗陀这个尽量不譬喻师的，他们就受了这个大众系还有分别说系的影响而出现。那这是在这个迦利舍迦王第四次经典结集之前，哦，属于这个部派佛教的一个情况，有这基本上有这三大流，那这三大流的一个各自呢，都有各自的一个宣扬跟互相的一个批评啊，所以这个迦密舍迦王呢，他为了统一经律论的这个论部啊，特别呢，请这个胁比丘还有士友为召集人哦，那么召集这个五百罗汉、啊。在迦斯尼罗，就是北印度的一个地古国地方啊，那以前称为吉宾，是错误的吼、哦。它现在是在相当于现在的这个克什米尔这个地方呢，来召集第四次的这个三藏结集。那在论点方面呢，他就结集出这个《大毗婆沙论》两百卷的《大毗婆沙论》。啊，一般呢，在这个结集的用意啊，主要是希望对这个部派佛教的这个论点做一个统一啊，所以才结集出这个大毗婆沙论。但是呢，迦斯尼罗这个地区的这个论师啊，却反而比较推崇这个发智论的这样的一种观点立场，作为这个阿毗达摩的最高准则啊，来结集这个大毗婆沙论。所以大毗婆沙论它基本也是有评破这个妙音的见解啊，跟北印度西方的这个犍陀罗金量部的譬喻师的见解，鸠摩罗罗陀金量部譬喻师的见解。所以说它的目的是为了统一论说一切有部啊，或者说部派佛教的这个论点的一个分歧而来做第四次结集，结集出这个大毗婆沙论。可是因为他依然是站在这个迦旃延尼子的这个发智论的这个立场来结集大毗婆沙论，所以呢并没有因为大毗婆沙论的一个结集啊而终止这个部派佛教论点的分歧啊，反而是呢更加深的有部说一切有部东西两系的一个分裂，并没有达到原初为了统一这样的一个分歧而来做这样的一个集结的这个目的，并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反而更加深了这个说一切有部东西两系的一个分化。主要是这个迦斯尼罗地区的这个毗婆沙论师呢，他们还是站在这个迦旃延尼子的这个发智论的这个立场哦，来
结集这个大比婆沙论。那既然有这样的一个立场啊，他当然对另外两系啊，妙音系啊，还有这个鸠摩罗罗陀系啊，还是有所评破的，有所批评的，所以呢，反而更加深了东西两系的一个分化，一直要到这个佛灭700年哦，或者7世纪，由这个法鹫翻译就译叫达摩多罗法鹫呢，他既不以金量部辟喻师的离判有终为然哦，也不以大比婆沙论的这个反管所萃为然，乃采取这个大比婆沙论的经义，增补妙音系下法圣的这个阿比昙心论，做了这个杂阿比昙心论，来沟通有部东西两系的思想，以存呢所以去有部的这个主要的思想，因为它有这个终结综合这个前面所说的这三系的这个学说啊，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杂阿比昙心论，他自己把这个论呢就写了一个杂字啊，就表示他是综合其他这上面所讲的这三系的一种说法哦。那么这时候呢，这个大乘思想呢已经呢逐渐的一个兴盛抬头啊，因为这个迦利舍迦王时期啊，这马明菩萨这个金量部辟喻师啊，可以说是这个大乘思想的先驱啊，因为犍陀罗地区的一个繁华都会啊，也兴起了这个佛像的一个出现啊，在这个之前哦，迦利舍迦王之前呢是无佛像时期哦，这佛教呢并没有佛像的出现，顶多是用这个法轮啦、菩提叶啦、过佛塔，或者呢这个佛的脚印来表法，象征这个佛陀或者是佛陀的教法，但是还没有佛像出现，是要一直到这个迦利舍迦王在犍陀罗时期呢才有佛像的一个出现，然后那佛像的出现也是这个大乘佛教兴起的一个时期啊，彼此是相互关联的哦。所以在这个杂阿比昙心论出现的时候，也是这个大乘思想逐渐抬头的时候，就有释利罗多写的这个金布比婆沙，金布比婆沙。那么迦利舍迦赞言尼子是这个发智论呢，是这个有部的比婆沙，那么鸠摩罗陀就曾经有这样的念头，想要做这个大乘的这个比婆沙论哦。那因为有这个进步的这个金量部思想，他也铺露了保守的这个说一切有部学说的一个论点，然后论点就是它比较狭隘，比方说这个说一切有部的这个大比婆沙论的这些论师啊，他们为了保有他们的一个兴盛的一个位置啊，就不准这个迦斯尼罗的这个比婆沙论师呢到外地去，就你要学这个大比婆沙论呢，你就要来我们这个迦斯尼罗这个地区来学才行哦。他不准呢这个迦斯尼罗地区的这个比婆沙论师到外地去宣扬这个比婆沙这个阿比昙这样的思想，就显得这个有这样的一种限制了，有这样的一种限制。那么，所以在世亲时期呀、啊，他虽然是在说一切有部出家，那么当时候的这个迦斯尼罗的这个比婆沙
阿毗昙论师为正宗啊，独尊这个大毗婆沙论啊，哦，以这个迦斯尼罗的论师为正义啊，不容少有异议啊，同时也不准优秀的这个毗婆沙论师到外地去宣扬阿毗昙。所以呢，世亲呢，他为了能够学到这个大毗婆沙论的这个义理，他只好到这个迦斯尼罗这个地区去修学这个大毗婆沙论。后来世亲接触到这个比较思想比较宽阔的这个精量部思想，他回到这个犍陀罗，他就讲解这个大毗婆沙论。但是在讲解大毗婆沙论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局限在这个说一切有部的立场在讲解，他因为有接触到这个精量部的思想了，所以呢，他是世亲呢以改善说一切有部的教义来讲解这个大毗婆沙论，做了这个六百颂，就是俱舍论本颂。那么世亲做出了这个俱舍论本颂呢，受到这个迦斯尼罗的这个礼请啊，才造这个论释啊，他广泛的吸取有部重要的这个阿毗达摩，如这个发智论，还有世身足论、法蕴足论，以及大毗婆沙论的要义，参考了精量部的学说，把有说一切有部的全部教义呢，概括归纳成三十卷的阿毗达摩俱舍论，这简称俱舍论。所以这个，可以说世亲的这个俱舍论啊，是这个小乘部派佛教的一个代表论作，代表论作。那么现在还存有这个梵文论书跟西藏翻译本的这个印度著书数种，存在这个西藏。那么据这个玄奘门徒啊，普光跟法宝的传说啊，说世亲为了彻底批判这个大毗婆沙论啊，曾经化妆去这个迦斯尼罗地区，跟着这个悟路论师学习大毗婆沙论四年，后来被识破了，才回到犍陀罗为信众讲大毗婆沙论。每天呢讲完一段啊，即作一颂。那么全论讲完啊，就成了这个六百颂。就是这个俱舍论本颂，后来又做长行来注诗，合称为俱舍论，有这样的这种说法。在玄奘大师的这个弟子普光法宝的这个传说里面有这样的说法。但是印光法师呢，他表示啊，说每日造一颂的传说啊，是绝无其事的。印顺法师他认为呢，这个世亲啊，在犍陀罗讲解这个大毗婆沙论啊，每日呢讲解一诵啊，是不可能的，哦，是不可能的。那么印顺法师就称赞世亲的俱舍论啊，是这个阿毗昙心论跟杂阿毗昙心论为基础，更为严密充实与整齐的一个组织啊。他是受到精量部的思想的影响，因为毕竟呢，这个接触到这个大都会的一个宽阔的一个思想影响啊，吼，尤其是精量部辟喻师的这个思想影响，那出于批判的精神啊，那论究法义的究竟啊，这是相当正确的观点啊，这是印顺法师的一个称赞世亲的俱舍论。那么俱舍论呢，不再是这个阿毗昙心论那样的，是属于阿毗达摩的一个概要而已，它是这个阿毗达摩的一个宝藏，阿毗达摩的一个宝藏。这个俱舍论在这个组织条理次第严谨明澈，可以说是所有阿毗达摩论书中可称为第一啊，是这个阿毗达摩论的一个杰作。所以这个印度学徒啊，号为聪明论，
对这个世亲的这个俱舍论、啊、就有这个聪明论这样的一个美誉、啊、为大乘论典的一个代表作，在这个佛教史上有其崇高的地位、啊、那么论成之后啊，寄与寂宾诸师啊，比见其所执异化呀，各生忧苦啊。可见这个迦斯尼罗论师啊，他们看到的世亲的这个俱舍论之后啊的一个激动情况啊，可以说从这个里面啊可以看得出来哦，因为他主要是针对这个说一切有部大比波沙论这些的一个种种的一个论破，所以当时候的这个迦斯尼罗论师啊，他们就有点这个紧张啊，就有点紧张。那么这一个紧张的情况啊，也引起了这个外道论师薄修罗多的一个称忌，叫做怂恿有部著名论师啊，众贤论师的发了12年呐、啊，造了这个《俱舍宝论》80卷来反驳世亲的这个《俱舍论》，那么又写了这个《阿毗达摩显宗论》40卷与这个世亲辩论，所以这个为什么要会了这个12年这么久？在佛门就有说，就学唯识啊，3年啊，俱舍要8年啊，哦，可见说要这个贯通俱舍论啊，没有这个10年的时间啊，是不容易的哦，是不容易的。所以这个有部的著名论师啊，众贤论师啊，他就要费了12年的时间呐、啊，来写出这个俱舍宝论，来反驳世亲的这个俱舍论，不是没有道理的哦。但是这个众贤论师的这个俱舍宝论跟这个阿毗达摩显宗论基本上呢，他也接受了这个世亲所做的这个俱舍论颂，所以在论说的时候难免也修正了说一切有部，或者说是算重新阐明说一切有部的这个正宗主张，所以众贤论师的说法也被后人称为新有部。所以在这个印顺法师的这个印度佛教里面，他就有提到说，在西元4、5世纪间啊，所有一切有部系啊，就可以说是一个很精彩的一个论争啊，吼，这以师承上座部传统，折中上座诸派而归于正理，综合上座部发展以来的精义的这个世亲的俱舍论为中心啊，跟专忠于维护说一切有部阿毗达摩论中的这个众贤论师啊，以俱舍论为对象，他造了这个阿毗达摩顺正理论，也就是这个俱舍宝论，后来被世亲改名为这个顺正理论，以及这个显宗论，激起了这个法海的壮阔波澜，可以说是法义的大论辩，也就是法义的大完成，因为你要评破对方，不知不觉你也必须要了解对方，那在这个了解对方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也吸收了这个对方的这个说法跟想法，所以法义的大论辩也是法义的大完成。众贤论师啊，他写的这个俱舍宝论啊，跟这个阿毗达摩显宗论来这个反驳世亲的俱舍论的同时啊，他也不知不觉接受了这个世亲的俱舍论的想法哦，所以他就被称为是这个新有部。所以印顺法师才会说，法义的大论辩啊，也就是法义的大完成啊，就是彼此互相呢的一个对话交流跟论辩啊，其实也不知不觉呢，就接受了
对方的一个影响，对方的影响。所以在印度佛教史中呢，世亲虽然不是具有创发性的智者，像这个龙树还有他的哥哥吴卓那样是具有创发性的一个智者，但是世亲呢是一位多方面的，就是他学习的这个范围很广，多方面的，而精神而富有综合性的，他可以说是综合整个这个部派的学说的分歧啊，做一个综合性，是绝无可以说是仅有的一个智者大师啊，少有人能跟他比美啊。哦，所以这《俱舍论》呢，是小圣论典的一个代表作，对说一切有不得的阿毗达摩论中呢，可以说是有重要的贡献，重要的一个贡献。这是世亲俱舍论的一个重点，然后，但是当众贤论师提出了这个俱舍薄论跟显宗论来反驳世亲的俱舍论的时候啊，世亲呢并没有再写论书来反驳众贤，因为世亲这时候呢已经受到他的兄长，也就是印度瑜伽唯识学派的大论师吴卓菩萨的一个善巧劝说，已经回小上大转入大乘了，所以他无意与众贤论师反驳啊，所以世亲呢就写信了，写信给这个众贤论师说，我习造论啊，主要是为了破这个毗婆沙意啊，而不是要跟你呢这个论决辩论哦，所以你写这个俱舍薄论也好，显宗论也好，何须乎我？就是你何必跟我辩论呢？哦，有智之人呢，自当知其是非呀、啊。哦，所以我写的这个俱舍论呐、啊，写的好不好啊？这个有智之人呢、啊，自当知其是非呀、啊。我说无需来辩论哦，无需来辩论，因为这个世亲呢，他认为说他写这个俱舍论呢、啊，主要是为了平破这个毗婆沙意啊，而不是为了跟人家辩论。所以这个众贤论师啊，看到这个世亲写给他的这个信啊，这深有所悟、啊，乃修书主弟子将信及所造论书转交世亲，代为悔过。这是这个彼此之间大师级人物的一个胸怀跟气度。所以世亲呢，他看到众贤论师的这个信啊，他也很感慨地表示说，也很称赞这个众贤论师啊，聪明后进，理虽不足，持难有余啊。我今欲破众贤之论，若子诸长，故其垂中之托，众其知难之持，苟缘大义，存其素志，况夫此论发明我宗啊！所以世亲不但没有驳斥这个众贤论师啊，反将这个众贤论师所写的这个俱舍薄论改名为阿毗达摩顺正理论。显示说这个众贤论师写的这个俱舍薄论、啊、虽然说理不足，但是他所讲的无非还是属于呢这个说一切有不的一个佛法的一个道理啊，所以呢在这个佛法的道理方面呢，他还是有显示出这个佛法的真意啊，所以改名为顺正理路啊，而没有跟这个众贤论师呢这个往返的一个反驳、啊、乃至呢到最后演变成为意气之争啊，没有、嗯、没有。那这是这个世亲与众贤论师彼此之间显示出的一个大师级人物的一个气度跟胸襟呐、啊，哦，气度跟胸襟，就是我们也从这个地方呢，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榜样、啊，然、哦、后虽然是这个真理呢越辩越明呐、啊，
但是有时候在辩论的过程当中啊，难免呢都会掺杂意气用事啊，意气用事，反而让这个原本要让真理显明的这个目标啊，会因为意气用事啊而偏离主题啊，模糊焦点啊。那么从这个世亲与众贤论师之间的一个往返呢，我们就可以看出啊，这个他们之间的一个过程啊，值得我们后人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榜样啊，学习的榜样，能看出这个大师级的一个宽阔的心胸啊，宽阔的心胸，像这个禅宗啊，这个神会平破这个神秀北宗啊，到最后呢，有时候就落于呢这个意气之争啊，反而呢，就反而把这个历史的一个真相给模糊掉了，给模糊掉。虽然呢，这个神会啊这样的做法，让这个南宗禅呢这个兴盛，但是呢，它也相对的产生了一个副作用力了，也产生了一个副作用力。那这是也是让我们呢，这个在研究历史的过程当中呢，得到的一个教训，然后也是引以为戒。那么世亲呢，写了这个《俱舍论》之后，他就转入大乘，成为这个瑜伽唯识学派的一个集大成者。他反而呢，甚少提及这个《俱舍论》的主要思想，就反跟这个无着呢，并为瑜伽行派的两大核心人物啊，共同举扬瑜伽唯识有义啊，跟这个龙树提婆所创的这个中观空中啊，空中学派，并为大乘佛教的两大学派，同时也刺激了中观学派的重新振作，陆续出现了佛父、清辩、狮子光、智光等人才呢，再显龙树提婆之光啊。这时候呢，这个世亲菩萨就转为大乘了，就转为大乘。那么他对于这个小乘论著的一个集大乘代表作的这个俱舍论，他反而就比较少提及，比较少提及。尤其是到了晚年呢，世亲写的这个唯识三十颂，更是震撼印度唯识界，成为印度唯识思想史上最脍炙人口的一部论典，也成为后世研究唯识学的重要著作，影响后世唯识学甚巨啊。因而在这无论是在印度也好，或者是中国的这个玄奘大师就依着这个护法的这个成唯识论，成立了法相唯识宗。那么俱舍论的思想，无论是在印度也好，或者是中国也好，都随着世亲的唯识思想兴衰而兴衰啊。那么在中国呢，也因为这个唯识宗的一个衰微，那么研究俱舍论的人呢，也跟着减少，跟着减少。所以在这个中国的佛教徒呢，从宋元明清以来的这个几十年间呢，很少人再去研究这个俱舍论了。以致到了这个民国初年的这个太虚大师啊，在创办这个佛学院的时候呢，才有把俱舍论排入课程来研究俱舍论。那么俱舍论呢，也在这个明初法相唯识先有这个杨仁山的一个研究，后来又有这个太虚大师的鼓吹，这个俱舍论呢在现代才又受到了重视，然后才又受到了重视。这是俱舍论的一个历史发展的一个过程啊。那么同样的，它也跟色大圣论呢也有分这个新旧两个阶段，新旧两个阶段。那么旧阶段是同样的，是因为有真谛的一个翻译，那么就有这个旧的一个旧学。
那么新学就是玄奘大师翻译的，他跟这个色大圣论一样，有这样的一个新旧的一个分别哈。那么在这个俱舍论之前呢，那么中国佛教就是属于这个比昙哦，比昙在南朝的这个柳宋跟齐梁三代，这就是俱舍论弘传之前呐、啊。中国研究说一切有部的这个阿毗达摩比昙学呢，相当兴盛。那在这个东晋的时候啊，那北方是前秦苻坚，在这个长安就有这个僧伽提钵，僧伽提钵跟这个竺佛念翻译出阿毗昙八见度论。这个阿毗昙八见度论是跟这个迦旃延尼子的这个阿毗昙发智论是同本异义，同时也翻译了这个法圣的阿毗昙心论跟毗婆沙论。那尤其是道安时期呢，在这个长安五重寺的义场里，也大量翻译了这个阿毗昙相关的论书。那么主要是因为道安呢，他呢借由这个阿毗昙论书的这个翻译啊，想要走出这个般若格义的这个局限哈，能够希望能够这个直接呢去掌握般若的要义啊，而不是用格义的方式来理解般若经。所以在这个道安呢被这个苻坚请到长安五重寺住持义场的时候，也正好那时候也蛮多的这个说一切有部的这个出家法师呢来到长安呢，所以这个道安呢、啊、就请他们呢就大量的翻译出有关这个阿毗昙相关的这个论书了哈，相关的论书。那其中的这个释阿含穆超，也就是后来的这个僧伽提钵再度翻译，那慧远呢改请这个僧伽提钵再翻译这个释阿含穆超啊，之后就改名为三法度论了。三法度论呢是独子部的这个胜意我普陀伽罗的一个论书啊，都影响到慧远的这个神不灭思想，神不灭思想。所以也说是这个些都是属于这个因缘际会啊，因缘际会正好当时候有那么多的这个阿毗昙论师来到中国，也正好呢这个道安呢想要走出博弈这个般若格义的窠臼，所以呢就请这个阿毗昙论师大量翻译出这个有关毗昙的论师啊，所以就带动了毗昙学的兴盛，毗昙类的兴盛。那也影响到这个慧远的这个神不灭论的一个想法思想，也更好当时候大家呢中国呢也兴起了这个神灭不灭这样的一种论义哦，论义论真哦，那这是当时候的一个情况哦。所以这个毗昙学在这个前秦苻坚的时候之后，就有法业谭宾乃至到了真谛的这个弟子净松辩义慧凯道月大弘毗昙，那么这些毗昙师呢都以法救的这个杂阿毗昙心论，简称为杂心论为主，所以也称为杂心师。一直要到了俱舍论译出之后，这些毗昙师呢才改研究这个俱舍论，才改研究俱舍论。这是俱舍跟毗昙之间的一个关联性，这样的一个关联性。那么这个法救的这个阿毗昙心论的汉译本有三本，那一本是法显的这个跟佛陀跋陀罗在南京道场寺翻译的，已经亡佚了。那第二本呢是柳宋元嘉三年的时候一叶波罗在徐州彭城翻译的，这个也在这个元嘉八年求那跋摩在这个南京济源寺有继续翻译
本师这两本都亡佚了，主要是第三本就是元嘉十一年僧伽跋摩在这个南京城干寺，也就是最这个长干寺，就是康僧会所建的这个东南江南第一间佛寺建出寺，后来称为长干寺，在这个地方翻译出这个《杂阿毗昙心论》哦，啊，宝云传译慧观比寿，那么现在流传的这一本这个《阿毗昙心论》呢，是由僧伽跋摩所翻译的，在这个长干寺，也就是建出寺这一个地方呢翻译出来的哈。那这是这个毗昙学在这个俱舍论翻译出来之后转为俱舍的一个研究的一个情况哈。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大家请合掌。自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自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自皈依身，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何难甚众。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